亮的那一个啦。那在主持人呢最左边的这一位呢，是我们的叔叔，非常漂亮，亮会跳啦。大家可以看到他非常苗条，非常厉害，非常会跳舞啦。那中间这一位呢，是我们看着我们的桃红色的围巾后小可爱的我们的大雷。对，是的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大雷，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会跳。哇哦，头发哇哦，长发飘逸。那最旁边是。热舞秀啦，好，紧接着第二首歌就。